家晚安。等一下，等我用一下。嗨，等一下哦。我化个妆，我刚到家。What's up？ 好，晚安。杨雄 ，Hello。哎、欸，杨雄，我也想去抢红包哎、欸。傅伟晚安 ，QQ 男子晚安，范伟嗨，小易，幼云 ，Hello， 天天 ，Tomo 晚安，夜空 Sky。哪里有红包？那个面面台。现在没有开、啊。他等一下开，等一下就会有红包了。应该吧。是吗？奈奈晚安，四月晚安，晚安啊。稍微 wait for me， 落日下晚安，志祥晚安，明晶晚安，主播现在还没弄好，笑死！我刚刚从补休回到家，你的刘海，对它有点恐怖，所以我晚安，嗨。就没有开冷气，好安静哦。你有发现吗？特别安静。晚安，阿当晚安，重补修女神。等一下，我的刘海真的超崩的。等一下，不行不行，这样真的不行。数学苦手安安，是数学吧 ？Bingo， 是数学。我有跟你们分享说，我们数学老师来关心我。他说：“佳安，你这次断卡画错卡吗？”没有，他今天有点特别的恐怖，好像平常也是这样子。没有，你刚刚说你是真的不会。我讲过这个吗？你没有说他关心，问你是不是画错卡？对啊，我说我们数学老师来问我，他说。佳安，你这次断考画错卡吗？然后我就说，没有，应该吧。我说，要跟他讲，我没有讲应该吧。我说没有，我是真的不会。阿当晚安，七哥，晚安，大家晚安。今天是面面的生日，阿贵晚安。我也想去抢红包哎、欸，想抢红包，听说有红包。代代晚安。你是 reset 工业的，疯假人啊！yes， 谢谢，耶！红包啊，干了红包！谢谢，多一下。卡丘 ，hello， 谢谢大家的玫瑰。还有吗？没有了。应该今天很多人会去抢红包了。小醉进来了吗？我在看。他在看面面台，因为他要抢红包。其实我今天想要走一个轻松的路线，因为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就是我的段考历史，因为分数关系要罚写。然后呢，可是我明天要请假，然后礼拜五早上要交，我没办法交，所以呢。我打算写完然后送去我同学家，然后叫他帮我交过去。我真是抄到有点崩溃的状态，临近崩溃。雅痞神探 ，Hello！ 啊，谢谢红包，谢谢落日一笑，耶，谢谢 Tomo， 谢谢送玫瑰。因为我今天没有看到那个哎、欸，嘿嘿，谢谢。我真是抄到疯掉，我可以给你们看我今天抄的东西。我同学跟我说，他说你要不要休息一下？我说可是我抄不完。
他说你这样手会坏掉、欸、我今天已经抄了两张了，我真的是疯掉。你看我已经抄了这么多哎、欸，两张满满的，都是我自己写的字。中初会，君翰 ，Hello， 君乐。嗯，摇 Hello， 满满的歪歪的啊，就是一个写字会越写越歪的概念，就是我已经先写了两张了，满满的字，真的满满的字，我都在抄字练习写字。九蛋晚安 ，QQ 奶子晚安，你听到了什么？什么？什么？我刚讲了什么？我偷开灯。切尔东 ，Hello， Google， 晚安 ，Rex， 富太祥，你好，北极星 ，Hi， Air Love，W 熊 ，Stanley，Hi， 古惑。我刚讲了什么？哈？我刚偷开车。我刚讲什么？我刚讲什么？我没有在听你讲话。我不知道我刚讲的什么、欸、我只是在讲说，我在写这个、啊，然后呢，写了两张满满的，然后，我同学跟我说什么？是这个吗？小猪 ，Hello， 新野人晚安，唐老大 ，Hi， 咖啡晚安，这是什么？这是我的历史发泄。我已经写了两张，我今天一整天就这样写了两张，我有点写不完。谢谢哥阿翔 ，Hello， 杨细胞 ，Hi， 有点崩溃。还有一晚安，大家今天要去妹妹台抢红包吗？我好想抢，想去抢红包。这是什么鬼？哎，大家都在问这个吗？对，发泄，对，发泄，发泄。你看我真的，我觉得我真的很厉害欸，满满的两张，一二，这张写的很满，因为我自己写的啊，拜拜，我抱我抱，谢谢落日一笑，耶、yeah ，谢谢小猪耳朵晚安 ，Kitty 晚安，家树晚安，太多人抢不到，这边有啊，谢谢笑笑。小助理四八是没抢到，他都一直在想说大家等那个面面台的红包，结果他根本抢不到。谢谢红包 ，yes， 浪客吊 C hello， 那边太多人，也是，结果我没有，我一直想说我要在生日那天开红包，不是开直播，然后结果一直都没有开的。七二是七二，嗨七二，玉萍。玉萍抢不到红包吗？凌空凳面面台我都直接按掉，根本抢不到，是一直发是吗？杨雄整个启发你想要发红包的欲望是吗？风，谢谢诗人送风呀，谢谢红包，一二，会，我有抢 yes， 谢谢笑笑。一凯晚安，但我不是抢彩了，先说谢谢小猪，丁丁大冒险，丁丁历险记，今天也是本月寿星耶、yeah ，谢谢。明天就是 reset 公演了，明天对啊，那我现在还在这里。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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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水锤 ，Hello， 谢谢秦湖送的金话筒。钢铁韩粉，嗨，你不是六日才有吗？我平时有那个、啊、前座 ，Yes。哈，噔噔噔噔噔噔。我也是喷高铁，喷高铁，
我昨天练习到10点半嘛，然后我就搭末班车回来台中。Mioi Lemon， 哎 ，Mioi 是苦吗？喷起来，高铁喷起来！我在想，我明天要不要那个？要不要去学校教历史报告？历史发现，西恩 ，Hello， 脊椎，太阳的脊椎，你今天没有要去吗？抢红包抢不到。羊奶嗨，朝的位置差强人意，差强人意的意思就是说，朱迪安晚安，请问差强人意差很多的意思对不对？不要，你是不是很喜欢？可是因为我一定要教，因为礼拜五要收，可是我没有教的话，我就会完蛋蛋。谢谢朱连送的枫叶，我们是要放一个音乐，一个 C 十。哦，对啊，我觉得 C 蛮前面，可是我看到你是第十，就是最旁边嘛。祝喜妮、幼云晚安，完蛋。哦，好，东路讲晚安，黄鱼晚安。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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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草莓讲晚安，可以帮我拿我的 computer 过来吗？谢谢。四帅新人店长，嗨，店长。君汉神奇安安，神奇安。好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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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谢谢。Yes， 我就是在用那种什么奇怪语言，那叫什么？晶，不是，晶晶体，是吗？宣扬，你是在看面面台抢包？对啊，可是都没有面包。他说每10分钟发一个、啊。大 B， Hello， 硬要讲 English， 对啊，因为我非常的 international。是不是？好了，没有了。然后我跟社长坐 B 排椅，可以断开电话。你坐在哪边的位置？附近？中间的话，因为其实我通常要可能要看一下站位哦。这边是不定时更新，谢谢。超棒的，笑笑。好喜欢抢红包。阿杰古世纪哦 ，Hello。微如你好，那今天的 schedule 有预定要 do something 吗？Today 的 schedule 是原本是预计要 write my history 发写，但是我发现我想要跟你们聊天，但是我又想要赶快写完，不然我会over 吗？算了，不要乱用奇怪英文。谢谢洛丽下送金话筒，恭喜中114杯哦！这样我就跟他说，对，还没改啊。嗯，为什么发现？因为边写边聊，可以啊。刚刚不是还讲英文，因为 because I 发现 I can attitude 不对 attention 我不能一 one hard to use。 嗨旭你好0306，那边可以 write 一边给我 chat 一下，我也觉得可以耶，就像麻油上次编了麻油嘛，麻油啊，红包谢谢。我刚才抢到了。你没有抢到吗？我在这里。谁叫你在那边？耶、yeah ，我都第一名耶，太棒了。嗨，手套，边做报告，感觉可以耶。还是我每几秒我就开始，周小小，国树晚安。
因为他在你这，哎呦，偷偷的讲，坏你的嘴巴 ，so sweet。Where is my pencil box？ 我今天跟同学借黑笔，然后我就不小心把他黑笔摔到地上，我现在不敢跟他讲，因为我发现有点。断 water， 有点 KK 的，就是它原本是非常滑顺，我就然后就啊细啊，因为它掉地上，我就完，我又断水。我今天我就说对不起，我跟他玩的笔，可是他还没有听到，笑笑叫的，但是我更 sweet。Oh my god， hi steak， 牛排 hi 哦。啊，红包谢谢。哦，谁叫你要那边啦？啊，我没有多大，好不，嗨文森，哦，怎么脸这么曝光？是吧？是嗨嗨，嗨嗨 ，Why is 嗨嗨？黎明，感恩感恩，谢谢。谢谢红包，我想要，我一直考虑要不要自己出资，就感觉很，对，感觉很 ，I don't know， 生日会花絮哎 ，Oh my god， 挖跨埋，没有丑，那就好，看一下，玉兰嗨，谢谢你要客气。他不要坑和浪费钱，你也浪费钱呢，还是就是一种感觉，想意不要拿去投资商场，你说高铁吗？太贵了。谢谢月票吗？我是我一直都是买月票因为就我不是买月票，是买回数票，因为月票太贵了，一万九吗？好像有点 too expensive。对吧？Expensive, yes, expensive, 昂贵 ，is too expensive, it's so hard to sing.打出来也不会念，没有，是有点 KK 的，不是我的英文的问题。发音对，那个 accident 是 accident 吗？有点难念。哎，我丢的蛮好的。哦，神丢哎！神剪，我真的觉得丢蛮好的。黄丽 Alpha 晚安，女冠晚安。啊，谢谢 QK 男子送了音啊，不是音赞魔赞 ，accent 吗？
油。就看你嗨，保护队，晨晨嗨。还好我那天先走了，我先去直播了，太好笑了吧。好，我们可以继续播，笑得有点恐怖。现在吗？你才可怕，好可惜。你看一看啊，我们要来先西班牙呢的霓虹国巴拉就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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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哦，我要谢谢谢谢洛瑞笑 ，accent 啊 ，accent， 没关系，什么意思？你说我被砸吗？我刚小助理还执迷不悟，对啊，你不要在那边，你抢不到，那人太多了。我有抢到，我刚有抢到。好，好，很棒。可是我你说有红包的时候我跳过来就没了。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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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好，我真的要来认真写了，不然我真的会完蛋。 我的可能这学期历史会被当。我们在上我们在上什么欧洲世界史，台中 accent 就是可爱，谢谢。这首要念 rap 了，我只会念那段。哦，哒哒，一切都。我现在念念台，有那时候在念台。那你就不要那执迷了嘛，听着 Minasan。我刚刚什么？翠翠玩。哦，都来西班牙。开始电视哦，好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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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谢谢。运气王，什么运气王？谁在唱欧洲哪一段？今天到十一点欸，谢谢就卡尼送的金话筒。露露一笑笑，换账号吗？谢谢范伟，你就送我枫叶，不然。被发现，超明显的好吗？上哪一段是？哦哦哦哦，上，应该是西元前五世纪吧，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反正就是上一些什么查士丁尼啊，然后罗马帝国那个基督教信仰吧，然后拜占。在哪啦？那个白手，他的妹妹这么爱，这么好，那么细心善良，你莫来的真的不能相信。好可爱！这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麻烦？对啊。然后这次老师出的题目都很长，然后我刚好就是考到那个分数，就是没有，还没开始，就是要写，就是60分到40分以上。这个区域的人是只要写解析就好了，然后刚好就是39分以下的人呢，就是不好意思，你要写，刚我刚讲那个就是一遍，然后再往下就是题目加详解两遍。对，我今天写到手有点痛，
好可怜，我也觉得，怎么那么可怜啊？偷偷讲，自然组的，自然组，还好，我们现在没有上自然耶。我理科跟历史没有什么交往，老师有点，对，不是，我觉得我是觉得说干嘛要罚写啊？罚写又没有用，我只在练习写字而已啊，我还是不懂。我去拿个笔，我今天的笔已经被我写到断水，不是已经没水了。我要跟你们分享，他今天原本还有到这里，他已经直接见底了，真是很夸张的见底。你们看，真是已经没有了、欸，太夸张了。我去拿新的梯形来，一边还可以两边多了，真的很夸张、欸，太夸张了，真的很夸张，非常的，看我的笔都没水了。我很好奇，他们是可以通用的。可能他觉得有写有印象，我没有，我现在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只觉得我在练写字而已。多写不？对啊，真的很夸张。你在看我直播吗？你不要再等了啦。确定过是一样的东西，哪个不管？这样子你会更好看，纸笔会更好看。可我今天字有点写的有点丑，因为我为了追求速度。啊？你说荧幕吗？可是我让看起来很亮耶，为什么？那这样能够亮吗？那个水怎么那么少？因为好像也是被我用过。太亮了，你看人家说太亮了啦，照明就刚刚好。水被那么显示的亮度，我没有啊，当历史解说员，那这个真的。不是在我的领域内。好，我真的要来写了，请大家体谅。什么数学？就是那个排列组合。那什么？是排列组合。排列组合。不知道哎、欸，你说你猜你，20 12 6 80，高还低啊？零，五分，没有那么难，35，13，嗯，还不错。我想要做排列。行动明天力，对啊，明天还要累耶，不行。我要动笔，可是我在想我要怎么写。你可以看我书的课，因为我要找一个好角度，让你们可以看到我的清楚的脸庞。我不想看、啊，给你。那赶快写啊！我知道，可是我没有位置可以写。啊，我知道了。有了。这段好用，就是小卡，小卡还不错。对不起，我已经拖十分钟了。啊、我从一开始进来就说我要写，然后就。你这是播到几点？11点。我要把这交给雅孙。哎、欸，30分了，忘记。你要看直播什么？开始吧，对，我要开始。这两张可怕的东西先去旁边。
我真的要开始了，就写了一题，才写到第16题了，半小时。嗨，汤瓦哥，嗨，汤瓦哥，然后我看到汤瓦啊，太亮了，汤瓦哥这次的位置，快写，好，我快写。第22题，你可以帮我监察有什么留言吗？不然我这样看不到。在一本讨论宗教改革的总书中提到，嗨，尚婷 DJ 晚安。什么？我不认真写，罚写。我有认真写。哎，我跟你们说，我去把花拿回来了。念念，嗨，他现在在我房间里面，其实蛮好看的。现在好认真，因为我明后天还有后天要请假。没办法去上学，然后就作业没办法交，所以我要把它写完，然后拿去给我同学。对，算百合会对吗？猫过，猫过就百合，所有听众就写在那。好啊，你也可以露一下，我要把它做干燥花。等一下啦，等我。不喜欢这个，你叫马先生。他快挂了，怎么办？他真的变干燥花吗？我很怀疑。不会，会吧？干燥花是塑胶吧？没有什么干燥花是真的花去做的。给你，我要写作业。你现在打油打腻了。我11月11才要。哦，忘记了。忘记，等一下，我忘记回一家进去。小队是姐姐，妹妹，等一下啦，不是，干燥花不是，不是塑胶啦，是，谢谢 DJ 小枫叶。吹冷气风，冷气风，对啊，他在吹冷气风，没错。等一下，虽然煎的螃蟹跟我想象中有点差别，原来是自己动手做。你在喷香水吗？没，喷了这个。小白兔奶茶。是那个马丁路德。我忘记是哪一个，那个在其初觉悟，可以去跟那个泰国的成员开。我是五条。
众，一般民众支持他。错了，没有发现。他，金话筒和枫叶哪一个比较好、我不知道在哪里。然后君王支持他，这是什么鬼？为什么我都看不懂文字？现在写的范围送了枫叶，恭喜！所以他发起来那么认真。哎，不是，真的，我发起来是很认真的，我们在写。然后人家说你干嘛那么认真在写？啊，我就可以随便乱扣一个字这样。不是啊，我就会那种良心不安的人啊。虽然我知道空一个字没关系，可是我就虽然我知道老师真的不认真看，可是我就是喜欢，我喜欢完整的写好，然后完整写好，然后就可以拍照点。你说发写第一次发写这么多，真的很傻眼这样。干嘛良心不安？已经做了那么多坏事，什么东西？认真安安最有魅力，什么认真安安？小白兔嗨，我喜欢丢专属礼物。什么专属？我跟你们说，我那天去公司，就昨天，我昨天去公司，然后我想说礼物还没好，我看见还没好，然后我想说，那我先走，可能改天就会好。结果走完之后，大概过二十分钟，别说礼物好，我可以来拿喽。Yes， 可恶。啊？什么礼物？就是粉丝送的，他们要剪，弄好了。然后我已经离开公司大概二十分钟，然后他们说好了。你这是怎么洗？嗨，钟勋，及时演完。我要拿给亚森啊！怎么拿给他？放学叫妈妈拿过去给他，拿去他们家，堵他。哎呀！他竟然跟我说啊，不然你把它塞到学校某个地方，然后我再拿。纯粹老师看得爽，然后有时候老师也没有在看，发现蛮有复习效果的，仅限于考试之前，考试之后就没有了。谢谢。快点收音，我觉得我会吵到明天。嗨，龚声明。你要帮我写，你的字又跟我不一样。不是，我只是想要，因为上面有学校名字，我只是想要拿纸胶带先把它贴起来。纸胶带在哪里？不能直接涂掉吗？我要拿什么涂？笔呀、哦。好认真哦，我也觉得。
笑笑好浪。嗨，啊我，你辛苦。这是田中吗？嗨。我笑死。哭小妹，嗨 ，Google。OK， 这哎这角度不错，赞。老师在午宴请。会变宗教，宗教改革运动反映，运动反映的宗教问题。你觉得我要去看谁？看一看。什么啦？觉得哎，红包。我说我都是。没了。不要，现在不要送我红包，拜托，我会抢不到。不是两个月内。超不认真啊，我很难专心啊，你不觉得吗？念书真是史上最难专心的事情。而且你好，你们聊你们的。你想哪里？运动反映了宗教问题。这是什么歌？西亚拉是什么歌？什么？西亚拉森的保护色，啊！吓死我！我还有我，谢谢。笑死！哎，我是真吓到。我也是真的吓到，不好意思。吓死我！我刚刚有一个反应。冲上去，谢谢志涵，谢谢家嫂送的。红包就要抢，不是，我说电脑，不是电脑来讲。
有任何讯息请通知我。嗨，我想到杰星，杰星真的是很可怕的那个。什么杰星？就杰星烫伤，大力气。又，我看好像杰星妹妹还有这样，然后起水泡了。田中送玫瑰，谢谢。上体送玫瑰，谢谢。先担心我，我都很担心啊。我刚刚说你这样真的还可以跳吗？就很不舍。嘿，什么？教会控制。哦，好，然后我要写详解了。哦，那是你栏目吧？对啊。你要小心，我也觉得。没说嗨，然后，嗯，手就很不舒服，这样 OK， 这样舒服。Hello， 那我可以自己点歌吗？可以啊。我好像点，那你这样点一些，你我知道。我最近在。还是你想要数学大家继续？没有，我们没有。我今天因为我今天重补修，我今天数学重补修，在。我们学校补修在平日晚上，像我今天去补修，今天数学从补修很好玩耶。我们老师很担心我的数学，他说还是觉得很难学习嘛。我说嗯，有一点，其实我是有点懂了，只是然后就他就。他就说因为有点赶吼，所以我们这节课开书考试，我就 yes。 他好像是因为我关系所以开书考试 yes， 太开心了。虽然我有一题没有写出来，什么感觉？是抖音的歌啊？没有，这是我在广播上听到的广播垃圾啊。他是不是想想看他的什么多比没办法。什么题目啊？正教通哦，白痴哦，抄两次做什么？对啊，抄错行了啦。从题目中就可以说不能分心咩？从题目中我现在自己已经开始用大过去，我真的那个在用很凶，因为整题整条写错啊。不行，他一定会检查，可是我觉得他一定不会认真看我内容写什么，还是我偷骂他。你一定没有认真在看我写什么。我会怕啦，先不要，我是好乖乖好学生呢，只是我考试考不好而已。虽然你的课我都偷偷在闭眼睛睡觉，不会做其他事情。你就可
是发泄真的很没有意义，你知道吗？引发，引发了个哦哟，谢谢，就写潦草一点，写潦草一点吗？姐被罚抄 ，yes， 对啦对啦，左撇子 ，yes， 左撇子，要写哪一支？有我写超小，跟你们分享。这是我今天在上课写的两个，这是第一张，这是第二张，真的够满了吧？真有够满的，我这今天真的写到疯了。左撇子聪明，没有你误会了。我是要开一个美机啊，开一个美机好了。哦，这很，这很美机耶，开一百。这皮肤也太好了，还没以前我写的多，写好写满真的多棒。对啊，我错了30题，写字没记，这样可以一百收吗？然后就把抄一张，我今天是花了花了一整天呢，我已经够没记，可是刚刚那种皮肤看起来有点太黄了，可是我就纯粹。还是我们要开美白啊，太白了不行，好了我们开六，开六十，你在等安安迪，好好好，我先低头。各国想借此，我今天外送沙布味超饿，现在还是很饿。晚上吃泡面好了，可是泡面会水肿哎、欸，可是没差、啊，是晚上才要啊。好难得。两小时就搞定了，有对啊，所以我就觉得他真的是，我爱戴戴，我们叫停，什么字啊？我明天说不定还有，没有，我明天请假，哈哈。知道为什么请假我还要写吗？因为这样考卷礼拜五要收，可是我礼拜五也不会去，所以呢，我只好现在写完，然后交给我亲爱的好朋友，请他帮我带去学校交。重点是他还不需要罚写。不是啊，就它就很多字啊，真的很多字你。米多尼意大利，啊不是。真有哈，这个，很像这个，很像这个，然后他也在想，嗯。而且是要这样，嗯，然后呢？就很酷哎、欸！什么原来的？对啊，我有朋友，我真的有朋友。哎，我分享一件事吗？没有，那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小俊，小俊跟我不同学校啊。我明天上几点班？然后我昨天有电脑课，然后我就自己走上了，因为搬教室里了。
然后我们班有个男生经过，他就看到我这个人走，只是我只是要去找老师印这个详解的解答而已。然后我就拿着，他说你没有朋友，我说啊，他说你没朋友，我说有啊，他说哪有，你明明就没朋友，我就说我有啦，怎么可能没有？然后我好像真的没什么朋友呢，我突然就觉得自己很可怜，我就觉得闭嘴，真的是闭嘴。什么叫我没有朋友？我有超好朋友。你朋友只有偷懒？什么？我朋友只有偷？我没有朋友。油亮的额头，没关系，我今天就是这样，我就是一个走字。样。还有几题？要算这题吗？要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九题。我不想当你的朋友。I'm so sorry。什么叫扒我头？肾脏就在一圈。真的不能专心，我不知道怎么专心。然后再写一次第二十二题，这好难，好难，好难！你们去别直播间清空了，我们等一下啦！你们这样看我很无聊哎。一直看，然后看我秃头是吗？我的头很秃哎，好油亮。我今天看我们班有个男生鼻子好挺，好羡慕。他鼻子，他鼻子长哎。他说，然后人家还说什么？他说鼻子要塌还是挺好啊？我就说他还是要挺好。这怎么跟你说？我自己讲。我梳一下好了，我把它梳上去，这样就可以。已经过了二十分钟了，哎，没有，三十分钟了。不知道有没有要休息五分钟？哎，没有，哪有啊？培养睡意，什么叫培养睡意？你打算写几？我写到两点。分我帮你打他，然后我就很对不起旁边同学，因为我鼻子其实没有到很塌，还是有鼻梁的啦。我的鼻梁又快没水了是吗？它颜色怎么不一样？颜色好像不太一样，谁没有鼻梁啊？还是那叫三根，就是这里啊，
等等回来，好啊。两点说你起床，休息十分钟，哪有？怎么比颜色不一样？随便啦。颜色越来越淡啊！你又来，对啊，谢谢。啊！被我吃掉吗？你这刘海太……直角丝，你看我们那个历史老师的发片，突然想到。对啊，我也觉得如果没有回家就完蛋。因为我觉得笔颜色越来越淡，我觉得它出现了一点问题。这不是应该我刚刚写的颜色。我也想知道它发生什么事情。不是一支笔该有的颜色。刮胡泡案，我也想被砸看看，我没有被砸过，肚子好饿哦。哦，是点点点，不是 E。我写好歪哦，它直接大歪掉哎。嗯，君王支持他。这个写完我要换一支笔写，它颜色有点怪。我昨天发现我跳完一到四首也是有点累，因为有点帅，然后我今天腿超酸的，巨酸的那种。我觉得我们班这次运动会很有希望。我们班这次运动会，我们班上有五个男生啊，跑12秒，然后有个女生跑14秒。蛮厉害的，我觉得我终于在我自己的班上可以拿到一个运动奖项了吗？终于了吗？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我每次待过的班级啊，只要有我觉得只要不是我待的班级都没有拿过奖，然后我一离开就拿过奖，我不懂，实在真的不懂，我不懂。
十二秒很快吧？算快吧。一百、欸。女生十四秒超人，我也觉得她是超人哎、欸，超强的。这是我跑十七，就慢慢的。哎呀，哈哈，被我逮到了。Number one, yes。就是我不知道哎、欸，就是因为我之前我国中的时候转过去一次，嗯，就是我离开之后，那个旧的班级他们排球比赛就得奖了，然后我到了新的班级，他们之前都有跑步都有得奖，然后我到了之后运动会一个奖都没拿，然后高一的时候运动会一个奖也都没拿，它颜色越来越淡了，发生什么事？它变灰色了。音叫很叫好饿。小慧发红包哪里啊？我说他没有台。满的就满足了，因为我觉得还得有点看。写对啊，我的肩膀好酸哦，脚也好痛。好，我就这样写。我刚刚从到现在才写两题耶，应该说两个，我写字超慢的。我就乱批了，意大利尔，哎，这什么字啊？泰国。海外尔，主张。颜色有点回来了，可我想换个颜色一下。银巴的各国，对啊，还有十九题，好，等等，拜拜。数开数。谢谢落日一下，什么什么？当我在画画，我没有在画画，我只
想换个颜色写，感觉比较有 feel， 就是感觉比较有在发写的感觉。辛苦字。真的想帮忙写、啊，我到底错几？我错了30题，应该不止30题。以为写字还 feel 嘞？什么？很闲嘞、欸？可是它真的快断水了，我觉得。它不知道断水的感觉，可是它颜色很奇怪。我觉得在学校写到手有点感觉脱臼感，就那种关节都在痛，也不能说脱臼，不是脱臼，就是手坏掉。三张君主。尊严，哎，谁啊？啊，是吃的。你左面、啊。你好吧。我要先吃饭了。为什么我爸会知道？妈妈跟他讲。你没吃晚餐？有啊。把血拆解，不要这样嘛。好吃都买拉面吧，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上面会有油葱。我就想问你们，你们就是那个周边的，所以是水晶都会有纸笔？那不是纸笔啊？不是。嗯，那是印上去的。因为我跟你讲，我一定要写完，因为我一定要写完才会有这个分数。因为礼拜五要交啊，可是我礼拜五请假、啊。发现也是分数。嗯，就算一次作业成绩吧。写不到，我就让他吃个点心。嗯，谢谢。Number one， 一定说，哎，为什么我没有对超准的、啊？公园跟公园
刚刚限定三写是不是？什么意思？一人有两款，不要垫在下面。没事啦，我相信不会出事的。现在上班，辛苦了。我想吃它，可是我想要赶快先洗。先吃吗？好，我们先吃。发现我晚上再慢慢处理吼。哦。明天怎不会啦，应该不会吧。呼唤出来了，一个成员有两个版本的机器，真假的？我不知道哎，我真的不知道。两个版本，我等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我放，我等一下看一下。草纸应该不好收，因为教育慢慢慢慢。草纸不好收吗？会吗？爱家是。你那很早就打过五块钱，真的假的？这么夸张吗？很饿，对啊，下面也不多。
因为上面会烫。看到都看到什么？没有东西，好危险！魔术啊，不能抢啊！等一下，先喝两口再回去。它有点太烫，但是我还是喝一下。对啊，因为我看陆凯也有改，所以我想说，那一起改啊。没有，不是应该还剩下十七题，我刚刚只有在写同一题的第二次发现。这边是用牙多咬几下，好了。我不知道，我吃东西真的很快，真的很快那种。所以吃东西比速度我应该蛮强的。好，全力。嗯，啊，写错了。还有十九题，对啊，我开始去写，写自己快快快，也快，真的，如果的话也太棒了。但是我就写字比较慢。好了，终于，好，换自闭写。嗨，浓眉。我大腿好酸哦。嗯。好酸哦，我的腿。喂。晚安，顺意 ，Hello。这首歌是为了那个 Corona 拍的，也是。我们进入到23题，我还记这个姿势，不然不舒服。一般认为文艺复兴，一般认为，不是这个解析也太长了吧？一二三，三行解析加一二三四，四行题目。七行，我可以假装略过他吗？谢谢。Hi Kat， 不要写错题哦。好的。
推荐情书送的东西，不要写错字。好，最早可追溯。叫教会中的神学家，五行啊。古希腊、罗马、幽灵号，隔壁也太可怕，什么意思？很大乱斗吗？的典籍。谢谢幽灵，这是直播很嗨的概念哦，各种杂牌，麻烦吗？怎么着？他戴着口罩，九宝灵异吗？嗨，易凯，应该是吧，我不知道。啊，是什么？今天雪落日一下送了要你好牌。真正杂派哦，太酷了吧！谢谢。还好我看到惊奇的画面，杂派，大概就是这样。把继续写，谢谢，让我见识到了杂派。就方向，所以呢，它主要是这一块，厚脆脆的，然后呢，就是这一块。国立鹏，Hello。富人送我的学生证，没有啦，你误会了啦，一定是你误会了。
同名歌曲。你说 Lyra 吗？对。对啊。通常第一张不都会这样吗？欸，可是他们跟不一样。可是我们叫遗忘的事情第一张。快转、这个、这个是叫什么、啊？哪一个？前面。前面的这个吗？对。Janice 啊。那 Janice。他也蛮正的。嗯。难翻新耶。啊，这个嘞？他是很眼熟的人，应该是 New 吧？进度？对，第十八。他有十八题。啊，谢谢，我只是，我被查牌，谢谢。这个嘞？什么啦？到底？他好像是二期生，二期的恋人。点错吗？原来是十八。哎，我刚刚吃了一碗面没红包了，你原本要上红包是吗？他点到什么？他点到杂牌了。杂牌要多少？知道哎，感觉很贵。一般人还没想，我会给我变成我自己奋斗了。1680。谢谢洛丽莎。这是英文吗？对，跟泰文。我还有三十分钟，你们还可以陪我三十分钟写作业。那个 Jenny 也是蛮有特色的。对，她长得很有特色。那个胖也。胖也是很有特色、嗯，就是记忆点很深刻。嗯，你要抢人家，我想要哪里？此时走到这里了，十个，我可以点那个哈尼币的吗？随便，这怎么换？就是 Ctrl 加空白键、啊、是发现听到前奏我也觉得蛮厉害的，也蛮好笑的。现在历史发现我忘他唱哪句了。我法自拔，拔，都法自拔，上次句什么？嗯，帮你按一下。你用我的账号吗？对啊，帮你按一下。好啊，要玩，我不要玩。没事，
没什么。对啊，因为早期的歌应该说很少里面会有 rap 的部分，嗯，会有 rap 应该都是有点。现在不是有流行 rap， 通常现在都会有点 rap 含在里面，因为其实原本的日风的音乐跟台湾的音乐是差不多，不会是有 rap 含在里面的，应该说很少。你就发现你播一首，它不是完整版。对啊，就是你就是试听之后一定会再买专辑。我下去放那个，我就压上去了。好了，拜拜。算了。不是，我已经写一整天了。全身都在酸痛，这里好酸。摸整天了，什么意思？不是，我今天已经写了一整天了，我的手很酸。总数到底是多少？你知道我总共要写的题数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三十题，三十。然后我写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我写了十二题了，还有十八，对，没错啦，十八，一题两遍。今天先算过吗？有算过，可是我忘记了。你少多哦。为什么那么可怜？这还有三十六句，对啊，然后三十六句又超长，一题两分钟，屁啦，最好是，它真的很长哎，它真的很长，拜拜。好，偷他进来我房间了。他把门关起来了。偷懒病了。请问是实习研究古典。嗨，偷懒。走啊，奇怪。
可爱啊。我们其实美术古典作品的主要目的为何？问号 C 为了理解基督教义。不要再骗了好吗？真的是广告线，不要骗了。不要踩我电脑啊，不要啃哦。好，我继续写，不专心，不专心，专心，专心不了。傻眼，基督教。我还想说，基督教义义教是那个义，然后，哦，这什么长啊？只有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人，要背什么？不是啦，法显，法显是史上最没有意义的东西。从其干，从其是是的学者是。试图透过信仰的引导让人们人们哪里啊？你是左撇子是吗？嗨，阿泽。皮蛋
出门了。他不会被食物收买，好可爱哦！突然先倒在旁边，然后这样手这样，我举着，什么鬼姿势啊？太迷人了。真的写到新年，对不起，我真的要先休息一下，我快。这样我没有动力继续写下去，休息一下。什么东西？我想想啊。不是在聊天，我们在那个，对，我在回忆家，我们在想那个 MC， 没有在聊天啊，不是真的没有在聊天，啥都 hello， 我真的没有在聊天，我是在认真在想东西。好难哦！不是，怎么会有这个什么奇怪歌？我已经开始担心了，可是我真的，我等下会被一家骂啦，不行。
38分。等一下，我真的想不出来。80遍。好了 ，yes， 终于，感觉很强。我吃面，明天去学校赖皮说闲话，我明天请假。好了，我们来聊最后一下。为什么觉得很香？在说呢。什么谁没救你才没救哎、欸，奇怪，等一下，什么鬼？发现什么？36季只会上厕？什么没救？我真的有救啦！相信我，我等一下晚上就写完了。看，哎呀，我想想哦。有没有跳？哈哈。晚上是到4点嘛，可能差不多。网上看没关系，发泄我分期付款给你。先不要，等一下。我在看 AKB 的官网。
还没绑啊，剩三分钟。好啊。现在赶我是不是？第四名是田中豆粒王，第九名是 Steven， 第八名是朱莉恩，第七名是新野人，第六名是 DJ， 第五名是齐恩，第四名是 QQ 男子，第三是傅维，谢谢傅维，第二名是小猪，谢谢小猪，第一名是罗子翘，谢谢罗子翘。就这边陪他整天吗？嗨天天，三十年还你，我真的三十年还你，我三十年后再还你，真的不行啊！到底是零五年的，零五年的，哦哇！他叫泪姐，居然，他叫泪酱。就发现熬夜了，熬夜写，熬夜写。Happy birthday to you。 这女生好可爱哦。没事。就是聊到十点，我觉得我可能会待到四点，不会啦，大概可能三点，是啊，不好说。专心两小时，真的写不完。我今天真的是上课都很专心在写，真的是写不完。好啦，我等一下赶快写。大家早点休息，明天看空哦。不是放学，下班看空，耶！好酷，我真的有那种正在公演的感觉。好啦，拜拜，辛苦了，辛苦了，周六见，真的，周六见，明天见，拜拜，晚安，拜拜，明天 A8 哦 ，A8 吗 ？A8 是。左边，拜拜，拜拜拜拜拜，晚安晚安，好好，好好的，我会努力看着你们的，晚安。